这个对。其实我唱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说，可能有些人，可能最近要回北京，回中国。一段时间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情谊永远在，我们的深情永远在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混，我们离不开情和义，处处留情啊！我怎么有点过分了？其实我知道郭然要说，郭然要说的是床床留情，结果他说成是处处留情。郭然讲的村村有丈母娘。